จะตามสินอนได้ที่คุณเดือดจะสงสัยเลยตาต่อให้ใช้ดีนู跟奶奶讲就是要是讲就是种生了家那里要是家那里路路更高嘞，我就到到到明天个这风高速嘞，你讲这风高速哪嘞？哎，接着哎，我讲我路讲了吧。伢上了，就那个子啊，就风就一吹，冷吹吹，弄了这一道行到来哪嘞？弄了这道行到来哪这？啊，你也要个的，你得六七步就来呢的。我本来六家的，然后六七步上那是呢，你得知道六步就来了哦。俺得带根高子来来是呢，这你得走当当，当当当当来来当来呢。俺跨根高子你来来是呢呢，俺得带的，你自然来呢。啊，你也要你是做这难嘞，啊，我觉得你不也蛮厉害呢。来，但是那呢，都太阳晒不着就好。那咋子来呢？天都更高呢，这，这但是那呢，这天都这是啷个来呢？我看到干呢，弄了这一朵海兰呢，啊，那时候呢，这都是海兰呢，一朵海兰有这，那时候呢，这早上就海棠被水浸了呢，你这海棠被水浸了这，啊，你就用盆海棠了呢，打倒我们这喽，海兰呢，这你这是明明的呀，这是。嗯，你嘛，反正这，啊，路讲我拉了你的路，就是从那上面嘞。这还当被子挺好的，那咋还能走出去呢？这车子呢，啊呀，这，啊那，你都搞这，这也要跟各位都知道沟通嘞。这车子呢，那都是怎么的呢？咱早上还得呢。这奶奶讲就是要是讲就是种生了家那里要是家那里的路更高嘞，我就到到到明天个这风高速嘞，你讲这风高速哪嘞？哎，接着哎，讲我路讲了吧。这你就还当花呗是不少了嘞。这海胆平时不少了，卤着是，哦，这胆来了是，比海胆新鲜嘞。然后这炒啊，以前还这海胆嘞，啊，像咱都搞搞这，就炒嘛对这，到到明子对这，它的海鲜但是呢，这放一炒呢，不错。